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的1006集的节目。前两天在哔哩哔哩上面的直播，我有跟大家展示过这一款，这个是也是属于今年大黄蜂独立电影的提早宣传用的产品吧，它是叫做 Power Charge 吧。那基本上它的定价呢是官方的 L 级 Leader Class 台币2299，就等于是2300一个的玩具了。那包装盒的话呢，就有一点意思，它有一些部分，像这个地方啊，都是做出一个类似像是，生锈的这种视觉上的一个感觉，这是它的一些小小的一个小小的隐藏的亮点吧。那这个大黄蜂的这个部分呢，我还是一句话啦，就像我做这个 SS 十八号或者是 MPM 一样，我都认为这个是属于电影的前期宣导用的产品，那不是以后一定会有更加漂亮的甲壳虫载具的 Bumblebee 啊，这是目前这些都是属于半吊子而已。那么这一款明知道它会是个地雷，可是呢还是把它买下来，然后实际玩过一次之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我还是觉得很多玩具呢没有玩过以前呢，我真的不想做太多的评论。那官方的玩具大家也知道，价格呢在推出之后不久就会疯狂的下跌，这一款呢肯定也不会例外的。台币定价是2300，但是未来跌到1000块钱以下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官方给它的定价是 Leader 级，以尺寸来讲的话，其实它完全不逊于现在的 Leader 级，甚至还要来得大，而且它有所谓的声光效果，这一点倒是有补了不少的分数回来。不过以这个啊，好了，我知道了，你马上就证明你有声光效果啊。不过呢，该提的几个毛病，大家还是会挑了几个，像是这种偷胶的部分，还是都有。但整体来说呢，并不算特别严重啊。你看，平常这种小腿应该是要空的，闭嘴。平常空了一塌糊涂的地方呢，这个时候呢，都是有一个变形部件的一个填补。那我要讲，其实它这个腿的变形，算是相当之好玩的。它做到这么大，是它的优点。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啦。因为它的这个变形结构如果能够做成 Deluxe 等级会是非常棒，可是为了有这个声光效果，它不得不做这么大。那整体来讲，我还是要说啊，这个价格 L 级的价格还是太高，如果以后打对折甚至台币1000块钱以下的时候呢，这个玩具我觉得是还可以啊，还可以。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个声光效果。你往上推也行，往下推也行，声光出现什么效果我真的都不知道，我没有抓到它任何的规律哦。这个很多爆炸声音，对不对？怎么都是音效呢？那往上推也是可以的。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都是音效呢？那它的这个圆弧形这个部件呢，在变形的时候是到车底，它在车底去推车的时候呢，也会触动它的一个音效。那另外的一个机关是这个地方，这里手臂这里往外推会有一把小刺刀，刺刀很小很短，我知道，但是它毕竟是从体内伸出来的，而不是一个外挂的一个配件啊，所以这个就不要嫌人家短，毕竟是真的嘛，不是假的啊。然后呢，这个上方啊，这个比较铁灰色一点的塑胶件啊，跟本身这个灰色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那么胸口的这个防撞杆的这个部分呢，它是可以往下就放到后面去，但是放下去之后呢，并没有比较好看啊，甚至还多了一个缺口在这里。我只是跟各位提一下，那胸口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类似于是卡扣的这个位置，其实是蛮扣不稳的啊，主要是来自于它的一个手部这一带啊，你手部只要稍微动一下，你看就因为罩杯太大就直接就弹出来了啊，听起来很性感，但一想到是 Bumblebee 就硬不起来了。它这个部件是来自于说，因为你翻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它这个部件，这里有一块部件，你在旋转这个手臂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转，但手臂的平举的时候呢却是在这个地方转啊，是上下这样动。那基本上它整个胸口，如果你不这里不按住它，真的是很不安分的就乱跳。这个呢只能说是胸大的人就了解这种
痛苦的感觉。腹部这里一样是两侧不对称的造型，这个应该已经是确定是电影里头班莫比的一个肚子的一个造型了。另外一个联动的机关就是这个面罩了啊，这个确定对，它这个头是确定我是不会发光了啊。那它的这个面罩，你可以闭嘴了吗？好，它的这个脸的话，先讲一下脸，一样是吸奶嘴的骷髅头。眼睛的话是一个不是透明件，它是一个涂装涂成蓝的。然后它的这个面罩基本上是有一个弹簧，它是强制往前面压的，只是我们的这个造型的耳朵把它抵在后面。那我们只需要呢揪住这两侧的这两块部件往后面拉，就这块部件往后面拉，这个面罩就会往前面盖啊。我们这样子往两侧这样一拉 ，OK， 它就会自动完成一个面罩覆盖下来。那这个面罩，我们再变一次给各位看，这样子把它往后面一拉 ，OK， 它就会自动的一个弹射。那以目前的 NPM07 也好，或者是SS 也好，都是一个替换的部件啊。但这一款的面罩是直接一体成型翻过来，就跟这个是一样的概念。我觉得这一点来讲，你要给它一点加分啦，也给它点加分。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弹簧，你稍微可以动一下，好像包莫比有不同的一个表情似的啊。那上方是有一个博派的一个logo 的位置，但是很糊啊，基本上看不出博派的一个字样在里头。那这个头雕的话，就是那个面具就很漂亮了，以目前来讲它是最大的包莫比的一个头。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透明件里头有类似于是蜂巢，或者你要说是一昆虫复眼的一个刻画，然后配合这个蓝色的透明件，其实上半身看起来还算是挺有看头的啊。然后腿也是蛮标准的一个电影系包莫比的一个体型。但它的一个背包的这个部分啊，目前推出的所有的包莫比都是一个，我都觉得是半完成品，都是一个还不知道，可能设计师都是一个不完整的一个 information 下去做的。然后这个跟 NPM07 或 SS18 都是一样，这个整个前方的这个置物箱啊，是整个是置物箱啊，因为有人说这个甲壳虫的一个引擎是在后面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放东西的，不是放引擎的啊，都是一个为了维持这个曲线，都是整片的背在后面。但是它的一个背包的一个厚度啊，是目前三款里头最薄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它的一个音效的话，你可以看到一直有一个变形的音效，就是你去推后面这一块的时候啊，它会非常的吵。那如果你真的是它很吵，你半夜的怕吵到邻居的话呢，或者是跑吵到其他人的话，这个地方有一个开关在这里，你把它按下去，它就基本上就会关掉，不会那么吵了。那它的一个腿呢，我觉得腿的这个小腿以下变形其实蛮有感觉的，可是它的这个膝盖的这个位置啊，这个打铆钉这个地方是比较软啊，非常的不给力。然后这个脚也没有接地，虽然很大，但是脚没有接地。然后它的一个因为腿部的这个两腿中间这个髋部这间距稍微有点大，其实它这个人物的站立来讲的话呢，你基本上都要稍稍的把重心就往前面移动一点点，你看到没有？它其实我都是把人形我稍微往前面倾一点点，不然的话往后倒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容易发生的。那这个翅膀的部分呢，因为反正是遮不起来挡不起来，所以我的倾向就是那就干脆让它像前三集一样，尽可能让它弄成感觉像大一点算了。那它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毛病，就是它的这个变形车的时候你可能比较有感觉的，这个虽然是 bumper 啊，这个都是很软的软胶件啊，我都觉得这个是在把玩的时候我就很怕去把它给捏坏，这个实际上是在变形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感觉。最后讲一下人形的可动啦，头的话呢它并不是球形关节，只能够左右看。手臂的话呢360度的旋转是可以的，平举的话呢是在上方的这个关节，刚刚有跟各位提过。那二头肌是可以转动的，这里可以转动。那么手肘呢最大转到约90度，拳头无法转啊。然后拳头内侧呢是有一个洞，但并没有附带其他的武器给我们来握持。那么这个腰身呢是没有办法动，没有任何的分隔键。脚的话往前往后踢会被这个背包影响，侧踢都没有问题，但是都没有齿轮关节，各位应该听得出来，所以它的一个支持力度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小问题的啊。这样子这样抖还行。那这个部分啊还是一样，这个铆钉的这个部分是比较危险的。那脚踝呢变形的时候呢有一个
有一个往外翻的，有一个往外翻的一个结构，但是并没有往内翻，所以等于是没有接地可言了。脚的话，基本上变形到位的时候是卡死的，因此它的一个整体的可动度来讲呢，并不算是特别好。脚的话要做一个战斗姿势什么的呢，因为没有接地的关系啊，所以加上这个膝盖的这个部分稍微偏软，所以在拍照照相的时候呢，其实局限性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呢来示范一下这一款这个 Leader 机大黄蜂的变形过程啊，这个地方的软腿啊，还是它人形下的一个最大的硬伤了。那我的习惯呢是先把这个翅膀的部分呢，这个变法和之前 MPM07 或者是 SS18 都是一样的，先把它这个地方给解开啊，方便我们做后续的一个变形，包括这个一拉起来就会一个变形的声音呢、啊。这个先翻起来，因为我们需要这个空间来让我们做一个变形。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先变形一下这个腿部。腿部的话，它主要分成两块的部件，一块是脚掌的这块部件，一块则是包住小腿两侧的这个部件。它两块部件呢是，有时候变形呢，你不熟练的情况下会稍微有点干涉。那我们就分开的来跟各位讲这一块部件，翻下来。再来的话呢，这一块部件呢，它要往上面翻，但这个时候你会被小腿这个部件给挡住，所以你只要先把这个地方解开，因为你这个地方不解开，这里也解开不了。接下来的话，我们是从这个内侧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这里啊、哦，不对，应该先开外侧这里，外侧这个地方把它给凸根刀解开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呢，灰色的这一块，灰色这一块部件，灰色这块部件，我们要把它，你看它这个灰色部件它是塞在小腿内侧，我们现在要把它给往外面拉出来一点点。往外拉出来一点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块部件往内推进去，你看到吗？这一块脚掌这块部件往内收，这一块部件往外翻，这两个是这样互换一个位置的概念。这个在现在的很多大黄蜂都是这样子变的。那这一块部件我直接告诉各位，你可以看到这里它是有切一块角度的，我们要把它转到外侧这个角度来，一定要转到这个角度，必然的。然后呢，这个部件呢再把它给转正，转成一个平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呢翻到后面来看，再把这个部件密合一下，你就看到这是邦姆比的一个车尾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把这块部件呢，我们刚这个脚本来在后面，我们再把它往上折，折上来之后到这个位置上面呢，你把这个方向不对，后面的这个灯呢往下面转下来之后，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结合。这里不是有一个凸，这个凸呢相对应这么巨大的机械来讲，这简直是一根针的一个这个体型。我们往下面翻，好，到这边的时候呢，先到这边先停，再来把这个部件脚掌翻出来，翻到内侧去。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做这一块部件的一个结合。这样子的话呢，减少这个地方扣进去之后还要在那边拖移，因为我觉得这块部件实在太细小了，真的太细小了。然后呢，两个脚掌这个不对，脚往中间靠。靠过来之后，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凸，屁股后面这里有个凸，对应脚掌这里有个洞，这个是它待会要做一个结合的一个位置，待会就放到这个位置上。然后这块凸的话呢，这块凸就是顶在这个位置，从这边顶在这个位置上面，待会内部的一个结构就会像这样。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凹，这个凹跟这个大腿它是斜这样一个角度，并不是平整的，它是有斜一个角度，待会你要记得，因为它到时候跟车门结合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有一个斜的一个角度。那我们接下来这一侧的话呢，就把这里，放到桌上好了啊，这里把它打开，我把它给放到桌上吧。OK， 这里打开，然后这里整片的放下来，这个地方呢，这里一样从侧边这里做一个打开的动作。然后呢，就是这样，这个脚掌往外往这个地方转，这一块部件往外面转啊，做一个分离，这边翻出来，然后这个地方要转到一个特别的角度嘛，我们刚刚提过，要转一个斜的这个角度，你这个角度来看比较容易理解。后面的车尾巴这个地方继续往前面翻，翻上去之后呢，把这个部件车尾灯转到后面来，到这里的情况下呢，再翻折这一块部件。这里有一个翻折部件，把它翻到车子的内部去，先到这一边，先把车子的外壳呢给组合好。好，然后另外一侧就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变法，把它给推到内部去，
啊，再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啊，这里收到内部剧之后，你看这边，这边就是有一个凸在这里等着这个洞吸上来，对不对？等待很久了啊，不要让它等太久。这个时候呢，两腿赶快合并起来。哎，两腿怎么合并起来呢？这里两侧做一个密合，这个密合基本上并没有特别的难度啊，就是硬扣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好，然后呢，这个也是我手上这一款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这个后方 Bumble 这个软胶件跟这个洞啊，基本上是有点扣不太紧，我在考虑要把那个洞给弄大，可能吧，或者是把这个 Bumble 这个部分呢弄削一点点起来，不然它基本上都会一直的掉出来。然后这里的话呢，因为是软胶部件，它已经有点点这个变形，可能用热水烫，不知道会复原吧，反正这个地方会爆开啊。这个并不是我不知道，而是它真的就已经是这个胶已经是没办法维持它的一个形状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刚刚的这块部件就把它往前面推到前方去。那这个脚底板的话呢，这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呢，就是最后的话呢再把它做一个调整。如果说你变形的好的话呢，在最后车顶盖下的时候呢，理论上呢它有可能会直接的帮你卡到一个定位的，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卡到好的话呢，就很有可能会还是弄不好。这边再把它给扣上去啊，这边扣上去。好，到这边接下来手部的变形也就非常的简单了。这个是直接的是把这一块，这个只要把这个车门稍微折一个角度之后，然后往上面做一个翻折，只要能够让它翻下来就行了。然后呢，把这个手臂呢从这个地方折进来，然后轮胎呢自然是转到外侧咯，轮胎是必然转到外侧的。然后手臂放下去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就好了，这个地方有一块凸嘛，这一块这是一块凸啊，对应内侧的话呢还是这里有一个洞，这个洞啊就上方有个小洞，下面有个大洞，是要扣这个大洞的这个位置。那基本上瞄准的话应该是不需要特别做一个瞄准，因为它的公差差不多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啊。另外一侧的变法也是一样的啊，这个门推到这一侧，然后旋转过来到这边，然后把这个手臂转进来，轮胎转到外侧去，然后这个洞呢去对准内侧这个凸，两侧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小密合。好，两侧都密合之后呢，这个地方后面这里啊都是一些严丝合缝的一些小卡扣，要把它给你准备要发动了是吧。好，这个地方这些都是一个最后的一些密合啦，这个密合的时候是需要一点耐心的。然后这里我就不得不提啊，这一款的一个变形最后的密合来讲，其实是也是不逊于 NPM07 的那种让人有点恼火的密合啊。所以你说这个适合小朋友玩，我是很怀疑啊。那我两侧基本上都已经是 match 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来做一个车顶盖的这个盖下来啊，这里也是有卡扣扣上去，就最后反正就硬塞了啊。最后这里一共有四个卡扣，我记得这里是四个，两侧凸两侧凹，就最后都是做一个密合的一个动作。如果你真的是没有耐心的话呢，就全部把它压到差不多一个，哇嘞嘞，挖到一个挖到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对应位置，然后再一口气的把它给压起来。有时候呢就一次就会全部到定位了，这是我几次的变形以来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得的感想啊。OK， 这个密合真的是还是需要一点点的磨练啊。这种差一点点就到位的感觉，相信是很多人的遗憾啊。哎，这里往由下往上，这里需要由下往上扣。OK， 行吧，车前方。以及这个 Bumble 的话呢，因为刚刚提过这个地方是可以动的。好的，我们的这一款是属于大黄蜂独立电影归类为 Leader 等级的一个大黄蜂呢，就完成了从机器人到一台甲壳虫载具的一个变形过程。作为一款
Leader 级或者是以上的玩具来讲，它的尺寸真的是蛮吓人的。旁边这一个是 SSD 十八号啊，这个完全是不同世界的东西。当然，变形的一个感觉跟愉快度来说呢，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啊。我们看一下底盘啊，这个 SS 十八号可以说是收的非常的饱满，但是这一款的话呢，就显得比较多的一个空洞了。那这个地方呢，特别强调的是这个车尾巴的这个两个部件，它一定是斜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说明书还有特别强调，如果你不以这个角度的话呢，最后的变形是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个完美的一个密合的。以及刚刚在变形的时候呢，因为直接压进去了，所以没有再特别讲解，就是这个车子的侧方，你看这里有一个凸，这样往内扣进去。这个大腿的时候呢，我说这个大腿是斜一个角度的，这个凹槽是在这里。那前方的话呢，我手上的这一款呢，这三个轮胎呢滚动性是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单独这一款呢，它基本上卡住啊，不太稳，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但基本上如果你变形到位的情况下，它基本的滚动性是一定很好，没有问题的。那它的一个触动的这一个机关，你看它也是故意做出这个圆弧形，就是呢你在把玩的时候，你只要稍微往下面施一点力气呢，它的一个就会触动到，你压下去之后，等于是你有去触动到它的一个机关了啊。那如果你把它往后退也可以，OK， 不过我觉得很奇怪，我自己平常之前在玩在练习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讲话的音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实际上节目里头它却都只是一些音效而没有台词啊，就蛮奇怪的，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难道是这个跟面罩也是没有关系啊。那顺便提一下，这个面罩不影响我们的变形。然后车子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欠缺涂装，几乎只有这个挡风玻璃的部分直接的做一个这什么蓝色吗，还是什么金属蓝的一个涂装，而且是连这个框啊什么的都直接涂上去。然后这个车上的 logo 在里头有，那这个是没有涂装，直接是塑胶的一个成型色。然后 bumper 的部分呢都是一个软胶部件啊，所以有时候会稍微去有点变形到。那其他的话就是剩下车尾灯啊，其他就没什么好特别讲解了。这个一样还是那句话，目前的一个甲壳虫的载具呢，不管是07也好， SS18 或这一款也好，都是非常的漂亮的。甚至于呢，我们拿出我后面的这一款啊，这个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个目前的一个新的系列啊，即使是这种系列呢，它的一个甲壳虫的一个造型来讲，基本上还是会尽量做到一个比较好看啊。当我没说吧。总而言之，这一款呢依然不是最完美的一个甲壳虫造型的大黄蜂，那可能也只是一个前期宣传的产品吧。那价格也是太高了，这个绝对不要在这个时候入手，真的是真心建议你不要买这么贵，你会很后悔，因为你还有更多更值得你去买的玩具。你要去买这个不如去买 MPM07 啦，如果你真的觉得2000多块钱你花得起的话，你还是优先选其他的玩具吧。不是说它不好，是真的它目前这个价位你买了之后会让你对变形金刚很失望啊。好吧，那今天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